我打人。行，锤吧锤吧锤吧。爱丽丝，PC 是吧？啊，啊，那行。来吧，我给我你觉们得看一对时面半屠会夫儿是应该谁。开不了，他们刚打完排位，应该还没有立马组队。金太血光。也不一定，五六七呢？他都没来哦。你们打排位打的心态有点崩吗？没有啊，我打排位很开心啊，但是看到排名，看到排名以后就不开心了，什么鬼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门都开了，人连门都不会走，怎么上的五级？门都不认识啊！天哪，玩个锤子！你们开始了吗？哎，我希望明天就好一点，胖今子天来，中，角色有点多。我打完，我感觉我中午打得好差了，你们为什么比我更差？你今天中午输多少啊？差多少啊？今天中午输了一把，平了五六把。那就是了呀。我跟你讲，有什么最狗血？你知道，有一对情侣，他妈的谈情说爱，最后那个女的倒，那男的去摸那个女的，可以翻跑，然后那个男的去摸那个女的，妈的一块儿，我操！离我这，别人玩的不是游戏，玩的是爱情。哎，你这个单身狗是不懂的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对。还能把黑白打的妈的，脑子有问题，神经病！我操！那玩游戏搞个恋爱不是兄弟？我溜了，我要去吃饭了啊！来，拜拜，你们玩吧。哎呦，行。早上8点多好像是，对面。打 PC 吗？我们。打呀，喂，早上打一直在打，早上不一直想在打 PC。哎，你换手机回来。哎，你拿出你的手机来。我你，PC 打一好把玩你要呀！说要打不过我就切你手机打的都是路人啊，你 PC 打的都是车呀、啊。然后打鹿头开局是直接没了，还没碰到刀碰到电，打鹿头2刀，哎，怎么玩？反正也不是为了去冲这个五排版嘛，对吧？要冲吗？要冲啊！为什么不冲？要冲早上就起来，早上起来。我命上就这么兴高采烈的起来，结果看你们如果都没了。我昨天晚上问你们，我昨天晚上下播了问你们，我都不在群里说话。哇，我以为你们早上都来了，结果就马克来了，还有 boss 来了。哎。搞得我心凉。你们要来就在群里先报一声嘛，我们群里先说话了。不来也说一下吧，真的是。我们就很自觉的就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对、啊、能说什么呀？这还能说什么？但是看到啊、结果，啊、就我一看 YY 就俩人，我就知道我可能会睡觉、哎。对，我一看哎，就是马克和皮皮啊、然后你们没来，那马克就去休息了。那我其实你们没来，其实我也想这么说，嗯，我们要练的话，那么肯定是要想好哪个时间段大家都在，嗯，那就晚上一定要到，其他时间可以那个，我觉得可以，晚上可以好吧，晚上可以，大家不都下午也可以啊，下午也可以啊，下午不行，我少打一会儿吧，对啊，下午我们就不打那么久嘛，打个3、4点就可以不打了吗？嗯。下午可以少打一会儿吗？哇！明天早上如果要打的话，拉几个人求生者过来。明天没有了，明天周一了。啊、哦，明天没有了，那下个礼拜好吧？那下个星期了呀。我今天打的我头都大了，这早上8连跪玩个锤子，我操！你还头大呢？你见过鹿头开局死的吗？我操！早上掉了2颗星星，我人都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如果问题不大。我说单双排，我操，头都大了，头都大了，打完了都。我去打屠夫，打个 GR 屠夫。这妈狗什么狗屁恋爱，什么的游戏，妈讲什么狗屁爱情故事？电子竞技没有爱情。去摸人家了，我操，那门都开了不走，妈的非得去救人家，操，自己他妈顶着一刀斩，等我全他妈，这是什么狗血爱情故事？哎，结果我们排不到人了。狗屁爱情，接轨他妈接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怕接轨。你妈，你可以去写小说了，兄弟。我都想打前锋了。哎，今天输了几把？输了5把，我去。我输了7把，问就是输了7把。
迷什么狗屁爱情，他妈太狗血了，那他大门开了翻跑了，非得去这个救人呀，哎我日的大妈，你死了我一个人也不活了是不是，就是这个意思吗，我的妈呀，那大门开了女的溜了好久，不能就全死了，我操，分开运气，你看对我的话狗屁爱情故事，我操，给我整这一出兄弟，太狗血了。对啊，带妹子带成四趴，你妈还带妹子吗？简直是耻辱！那件事，对我差不多能。这他妈狗血了，觉得太不懂。那输了，两刀直接带走，都没看懂。没看懂什么？安妮啊！有一个软件，就是 Steam 上面一个游戏，就是专门配件的那个游戏，叫什么名字啊？什么？你说清楚点。那个啥，电脑模拟器。英文名。英文名不知道，反正我中文名叫电脑模拟器。搞桌面的那个吗？没有。你描述清楚。就是我就想玩一下那个游戏，叫电脑模拟，英文名哦。对面是。虎牙林 K 谴责南巡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徒步是谁啊，不知道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，你们先吃我磁铁，你不用磁铁啊，我 PC 磁铁， PC 磁铁有什么不一样吗，你大体把 PC 前锋吗，可以的， PC 磁铁丢的贼准是吧，对，丢的贼准，就在这一组的，来给我看一下啊！我在医院右边，大门右边。二楼，我去医院里面修了。别扣啊！我在小木屋，在废墟啊，去那个啥了，210。三连，我在三连。我去医院了。这胖子啊，通通一刀和传送啊，没差也掉船了，传了，传我了，我操他妈的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传我了，我在医院，好，哎，你需要这么上班的呀，我去了，不打我了，没有，追我来了，我刚才翻出来了，追我来了，我带到石像那边了，他为什么不想找一层存在的这好规定，我带到废墟了，废墟有人吗，没有，小木屋，马克你的手机看不到，马克不看吗，我的手机买个假的 iPhone 8是吧，我打过游戏手机烫的呀，皮我的心烫了，这样吧马哥，我这边要亮了，跑马拉松了，胖子在你这来了，哦没事啊，一楼记得有人补一下，一楼一楼马克去了，我待会儿收300啊，突然打中我了，一楼没人补吗？安子机，我补了，有人在补啊。OK， 就差5、6下海了。有点了，你。给。给啊，5、6。啊，不用给，不用给，活了没有了，活了。不用给。那六人，我就知道不用给。哎，我要死了就没了。那不还有佣兵吗？给点。不用，我还没死。你没死吧？还没死。来300帮我修。你别去了，帮艾迪。帮艾迪给这辆，快点，马上帮艾迪给这辆。不用，我还没死。你拉走，给这辆拉走。先给吧。他没误到我这边，正在看着他。给这辆，直接给他，直接艾迪接走，艾迪接往那边110胖蛋。一招在T4了。不见了。对，艾迪接走。他妈，艾迪看到了吗？哎呀，看到了吗？哎呀，不行了，
没事没事，牙哥当心脏救我。马克去电门吧。他守三连，守三连了。守不住，守不住的，都压好了。我可以救我。别看啊，不要看！哎呀，等胖子。我看我是养的，你开个机干嘛？等胖子给我个写信啊。忘了。你死在那了。我死大门了，我死大门了，我死大门了！来传送，来传送，朋友传送，传了，来大门。传我了，传我了，传我了，开枪！我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大家不知道这个舞蹈为什么打得这么开。地下在 T 上了，马哥。我哪知道地下的？那门我摸的。开这边摸人比较快，看见没？我摸你，你开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能看完不？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摸，来得及。走。他丢无人了，四跑了。我的妈妈耶！麻辣布，麻辣你是哪个？哦，你是哪个？他不能丢我。误区，他有误区。四宝了，四宝了。哎，不知道，那就四跑了。PVP 拼车 ，PVP 拼车。终于把皮皮终结连败，这些看皮皮终结连败加多少分吧，好吧。还有终结连败加分的吗？你看一下你终结连败加分没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投降了。可以可以，四跑了还行。嗯，就这么稳，好吧。这个科宝和我一个地方的。哇，中指连败加四哎。对呀、啊。中指连败还加分。要不要多来几次啊？皮皮，要不要多来几次？算了算了。然后我就艾莉今天就打球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，我打球车，你要受不了的话，我给你踢呗。啊，行，那我就先保持，直接这样就可以直接劈了。为什么是劈飞宝？怕啥？你刚才不是就是 PC 吗？PC 也看他玩的好不好，反正。磨练啊 ，PC。啊，磨练。磨练。手机端你大概率匹配的是路人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就匹配路人嘛。对啊，路人就没有那么强度，没有那么高嘛。那要磨练也不能拿这个阵容，拿正常的。那就拿芝麻比赛也磨练不了，关键是。那就拿正常阵容呗。正常阵容来，走起来。来，你们就单打蜘蛛，好吧？打个鸡眼儿上分，冲吧 ！IDG 要超过 ，IDG 要超过我们了。哈哈，哎，我也不在乎这个东西。算了算了，那京东卡、啊。这东西就这东西用谁干谁干谁就是谁有钱。要想上分去手机端，打个全天就上去了。主要就是都是排爆人，谁干谁上。我们段位高了，手机端排爆人的。所以说啊，你没必要上，没必要纠结分啊。你段位低点，你还排快点。主要就是干啊、你只要有时间干，那你就是第一号。不是，关键是如果打蜘蛛的话，你们先知就没了呀。有道理。关键是人家不一定打蜘蛛。这样你们不拿先知，还能考验一下你们被出生点了。是吧，非常的有道理。有道理。我拿五排我们就没有训练了。打不动，主要感冒了。你要像我以前那玩冰日之后的那时候，真的头都给他干爆了。玩冰日之后就别提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恐怖、啊。这他妈一天睡一个小时。十二点打排位，九点睡觉，好吧？早上九点睡觉，十二点。哎，那以前内测的时候，那冰日之后一天睡两个小时。啊！打凌晨打电话，有人抄家，我的天！
对啊，立马爬起来，拖起枪就干活吧。对啊，就上去就干了，我操！你他妈倒货，干！凌晨打电话有人抄家也行。凌晨打 QQ 电话，我操，什么怎么回事？这个是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幻仙女七七啊啊 ，CCNB， 但是其他两个我不认识啊。其他两个是谁啊？可能是何达吧。达何达应该不对吧？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还是得要现实，反正要留存，练玩吧。我是大凡，大凡 VIP。我是小木屋，开始修了。他在杰克。那我错了。小木屋，你怎么怂了吗？他不要以后就给我带走了，那我秒倒给你看一下，要不要？啊？他好像看到我了，我操他妈的，这什么势力眼啊！瞄到无敌房了。完了，他去无敌房了。我操，这他妈的5.0的势力吧！马特被秒了，马特被秒了，马特被秒了，马特被秒了。别说话，好的。这个是他从小木屋看到我了，我操，都他妈的什么鬼？5.0的实力好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。顶三个无人你就赢了。第二个无人再顶一个。没了。反正不要下啊。卡本儿用的，不要下。带我，别下。他绕你了，让我自己都懵了。你们也脱了钢琴，明月之后旅游景点南方之家。啊！追我了，追我了！跑个屁！我去小木屋，咋了？你人啊！我给你带了。沙包有电机吗？沙包有。我修沙包了。哦。哎呦！压死了。不算太。你说你翻进去干嘛？嗯。翻进去遛鬼啊，不然还能干嘛？你告诉我。胖子还有多少？两万。那不然翻进去能干嘛呢？翻进去知道啊。还差一台啊。五六星手上还没修开。没修开，我在四轮院，刚才他过来了。我们。四轮院卡板。有道理，卡板。过半个鸡儿，这个数据看到了，走，救人就这么优秀。我要去修哪啊？我到时候过来。吴耀西，你修哪台？找不到好的台，中场，中场。我不能过去，我给你。你那边能亮吗？能，你修吧，我去救人。你差多少啊？我这边差三分，我这边差2/3。你得亮完，你得辅助他一会儿，然后我再辅助他一会儿。他过去了，艾莲。没事，我亮得了。他守不住。那我就没法辅助了，胖子应该有眼，给他救下来，辅助他。艾莲能不救下来还是？你能压好吗？你能不能压好？到了吗？我压不好。我顶，我不帮他一会儿吧。我看就是。差眼，杰克没传送。五六七修了，五六七。15秒。这么久，15秒。哎，你贴近一点，帮他摸，准备摸他。我知道，我一直在他屁股后面。等我一下。躺好了。
好，别急啊，别急，等我挂起来，等我一下。点，亮啥呀？开门去了，溜了，别加速了，去开大门，都去大门就行。差眼啊，没传送，快点。谁去小门了？看到吗？我到了。开了。嗯，三宝了。不要，真是。他妈，厨房尸体从小屋看到就不计划的路上来拦。Yeah. 我操！比比守三连了，我操！这怎么两个人在这里群蛮乱舞？我操！他有那只鸟，我的天！看哪只鸟？就是金挂件了。还有哪只鸟？前方要被磨起来呀！金色的挂件，好吧。我感觉，我这个赛季的箱子肯定会出很慢。哎呀，这个挺妙的。死啥了？这电机点不亮，差好多。能不能拿出我？死啥了？来搞一下。对无敌前锋，是啥 PP？ 11分。他们前锋上的贼爽，我看着，我的心在血，好吧。那，哎，你上前锋啊你。上前锋，你是想让我骚扰呢，还是？还在等他上椅子再救呢。嗯，那不随便你啊，来看战况吧。那我不带怀表了。不是前锋加黑面，那不金身了吗？啊，那他带金身不挺好？对啊，他金身挺好的。挺好，那不挺好的。两只鸟，他带金身也不好抓。嗯，有道理。你们谁要是上瘾了，那我就直接弹射开球去救了啊。有道理，就直接在峡谷上了。反正没怀表。我要救你就少分了。那什么呀？那就要逮瞎呼了，好吧。我觉得你要先骗一手金身，然后再创一波你的，就很完美，好吧？万一他不是金身呢？那你可以使劲往上头铁创那一下，然后他金身，然后你再创你的，也可以，好吧？头铁创啊。一旦他不是金身就血赚了，他是金身也不亏。看什么屠夫吧，如果杰克的话那我就防一手，如果蜘蛛的话那我就直接撞。谢谢红洞洞送的血瓶，谢谢。今天我总感觉我要买一点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有种不知道我要
要买什么？没想不到。钱发烧了，你是。哇，马克。啊。我看到一台好漂亮的主机壳。好漂亮的主机壳。对啊，就是主机的机箱。哦。要换电脑。我这台电脑要换了呀，我1050的显卡，确实不行啊。换个2080Ti呗。我把木木他换了个2080Ti，然后我把他的剩下的1080给他拿过来了。我就用个木木剩下的1080，我觉得 OK 了。有钱啊，2080都换上了。木木换了2080，我把他的1080给哎。你不是你哎你什么显卡？我很垃圾的老化显卡。我信了你的邪，我不可能好吧？你玩那么多死气的游戏。真的，我这电脑这用了快一年了。我这个1050太不行了，主板也要换一块了，然后哦主板好像不用换，那主板我换个处理，你们处理器什么处理器啊 ？i7 还是 i9？ 你要换1080，你得把电源换了。对，我电源的话，我知道电源的话，我电源不行，我电源350。电源要换了。我350的电源带不起，我850瓦。我的妈，那有点恐怖。不然带不动吧？没有，一般650瓦就可以带动了。谢谢楚楚的小心心。工资钱呀。我再怎么说，我跑分还是有点分的，真的是。我以前跑分，我记得我跑了十九万分，你们看，跑了19万分。嗯，现在也不玩电脑了，主要是，不敢，用啥都行，能玩就行。嗯，我都不知道我买了电脑干嘛用。玩联盟啊。那么好的配置玩联盟。本来以前就是买好电脑然后玩游戏，现在买。对，就想买个好电脑玩玩单机游戏。对，然后买来之后又不想玩。对面是 ITC 吧？不是吧？是吧？看起来像。嗯，是的。我们打微笑啊！微笑吧，来，五六七上鸟，五六七。嗯，上啥鸟？这阵容不也就是魔术师啊？那肯定是。对嘛？别肯定玩蜘蛛了啊！用魔术不要紧，他玩蜘蛛玩蜘蛛呗。嗯，有啊，你不要慌。不带怀表的啊！不带怀表，我很慌，好吧？我准备找了。没有，我球贼溜。我在屋里房。我在小木屋。我这个刷点。杰克去小木屋。杰克，张狂，带着张狂。这就知道。对，张狂一刀。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在小木屋追我呢，他在看我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插眼，张狂一刀加插眼。我在车上啊，我吼一下，我在小木屋里。哎呦，无人打中我了，他无人丢了。自己打吧，好吧。他不是张狂啊。是张狂，他马上就好了。他马上就出技能了啊。插眼！追我！那个黑妹在哪？我在小木屋。来了。
没鸟吗？有鸟，我没想到他会打到我。来摸摸。哎。哪鸟呢？我的天哪！这是啥呀？让胖子挂会儿。你要人脉吗？你直接挂鸟去无敌房吗？他知道这边有人。你修，你修，你修。就很难受，好吧？还行，这个也没干扰到，嗯，不难受。马克，你帮，哎，你给这两个马克，快点，直接给。王博出师。哎呦，没装出去。给鸟，给鸟，有鸟吗？没鸟。得救，得救，得救，得救。过关了。帅气，我去大王了。阿丽还要不要摸？摸吧，摸吧，我待会儿。我死了！胖子卖了。我第二只鸟吸出来了，哎，飞了。这咋就飞了呢？我也不知道这咋就飞了呢。什么鸟？又插了这个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又抽了个球。不追我，大爷力了。哎，我好卡呀！就我来了，就我来了。那啥？知道。哎，没送出去，难受。全是野，还要救我，还要救我。就在这儿，我在修啊，马哥。还好卡呀！拉走，拉走，拉走。拉了，拉了，拉！我把他拉大房子去了。啊，我这回掉帧掉的好难受。不追了，不追了。皮皮这一波崩了呀！他去沙包了，好像。嗯。我要星木。我在四个月，我他妈要亮。行，你亮了，来那个小门。小门？大门，大门，大门，大门那个箱子那边，你知道在哪的？我中场也去过。你修吧，你修吧，我待会过来，你修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有针。我这边跑了三个。我留一丝，你摸我。啊你没球了。啊，算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身上有层数，还没掉。还没掉吗？一半，一半，一半，你再顶一会儿。秀的嘛哥，马上要好了，五秒，要好了。你开门去，你看你去。亮，说一声。亮。慢。慢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平了，平了。输了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三跑了。那就摸得了。要不要搏一搏单车变魔族？搏个屁！搏个屁！多加掉一分，搏一个多掉一分。你有几层？我有两层。两层不够细，三层
走吧走吧。有没有看到韩秀最后一波 BP？ 那一波就又了一年，好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放给我个正确的示范，什么示范啊？哦，那个正确的示范，我懂了。嗯，不用前锋了，我前锋不行，不如磁铁。那我用。啊，你要不再来一个，直接再把球拿来。张狂提前好了都。对，我想来一个回手掏。回手掏，回手掏，然后把没装到建筑物上。